乡亲啊，好，我是曾淼宏曾教授哈，来，咱家吼，看咱乡亲安尼交换知识、知识啦哈，交换智慧、知识拢会使。来，即马来含乡亲哦，讲倒一条咧，讲倒一条哈，是安尼啦，这个美中贸易战的近况，哎，即马是五月七呢，吼。第十回合是哈，美国哈母乳亲哦，因背入去的啊，即嘛5月8号第十一回合，这个刘鹤又要率百人团哈，再回到华盛顿 DC 哈，继续美中贸易战的谈判啦。啊，其实哈，即嘛是安尼啦，是战术上的转进，战术上的转进是安尼啦，美国跟中国。中国吼、哦，真正吼、哦，规裤底拢搞遐呢，吼、哦，这是英文来讲，规裤底拢搞遐，坐立难安呐、啊。是安那讲呢？因为这个美中贸易战从去年一直打到现在，整个那个中国吼、哦、的经济啊，规个崩啦、啊。中国的经济吼、哦，因为吼、哦、外商、制造商，较早咱咧讲哦，讲世界工厂。敌了长三角、长江三角洲、珠三角、珠江三角洲，构成了哈一个哈这个世界的工厂啊，所有世界工厂哈，这制造商哈，全部哈拢逃离中国了，逃离中国。哎，嘿，有当时啊问一关哦，就刚了解问一关哦，哎，即马已经哈数千万人的失业啊，已经造成数千万人的失业了。我还讲哦。当人民没有饭吃的时候，当他走上街头的时候，吼、哦，用唱的啊，我干一票啊，因为没有办法，我家太太小孩子在家里嗷嗷待哺啊，哦，对不对？啊，即马吼，因为美中贸易战拍到家吼，人就讲啊，川普为了2020年，咱台湾是一月要选总统嘛，伊是年底选总统嘛。为了年底的选总统，哦，啊，先给这些技术上的成就，哦，我们哦，我跟你讲，中国坚持啊，中国坚持哈、哦，马上签约，马上取消所有的关税法则。美国讲 no suit， 哎，依照进度，哈、哦，关税法则保留在这里，依照进度，你确实有按照。实践诺言，什么诺言？条约里面的内容，因为吼、哦，中国吼、哦，看他们枪用，唔捌咧执行咧。哎，自吼、哦、几百年前，这个鸦片战争啦、啊，咸丰皇帝看他们英法联军签订的鸦片战争的条约都没有执行咧，都没有执行，人咧个，人英国人吼、哦，咧找去到英国、法国咧找去到迄、那个。搞一个北京要跟咸丰皇帝人家，哎，你怎么签条约签完之后都不去执行的？你要赔偿我哦，几万两都没有去做呢。啊，所以说我把人催债的给抬了，抬了以后哦，英国、法国的俩公啊，后来呢，英法联军哦，火烧圆明园，啊，火烧圆明园哦，人个派一个大使哦，一个和哎，两边对战不杀来使嘛，哎。说个人所有的要你火杀，要你哈，和你谈判哈，一人哦，全部人抓起来，关在圆明园呐，关在圆明园呐，咸丰皇帝啦，啊，咸丰皇帝啊，那英法联军哦，那伫天津上岸呐，天津上岸，要弄去啊北京，啊，伫天津的什么，啊，因了派代表去跟咸丰皇帝讲啊，啊，咸丰皇帝，哎，中国人就是安尼。签约不执行不打紧，又把这些来使哈，先把来使杀了，人家才好从天津上岸，要直接找北京咸丰皇帝。结果咸丰皇帝宽惯了哦，绕跑啊，嚯，德蒙啊，绕跑以后去交代，把这些来谈判的三十几个人哦，全部杀光了。哎，按着好家在哈，关在圆明园去三十几个哈，抬他了十外个，无全部抬，而且还大失八块呢。所以讲哦。英法联军弄那边哦，你合约不执行不打紧哦，而且哈、哦，把我的来使哈、哦、杀的杀，而且他妈大失八块，
遇到吼，你们圆明园哦，把人救出来无大紧，火烧圆明园，啊，这个是火烧圆明园，哦，中国人的签约啊，从来没有在执行，签约的是一群人，哦，啊，履行合约的又是另外一群人，啊，所以讲哦，自清国开始，因祖先哦，老祖先留下来的文化，一寸都不可以啊，遗落啊，哦，啊，所以讲哦，公元2000年，中国共产党。要入去 WTO 世界贸易组织的签，吼，小签签约的是朱镕基啊，吼，边啊龙永图叠也来讲，哎，这个约签了又不得了了，哪有这回事？我们中国人，中国，我们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所签的约，哪一条有执行的？不然你去看一下火烧圆明园，就是不执行鸦片战争的条约，以及哦不执行，哒哒所有条约从来不执行的，所以说哦。世界贸易组织 WTO 在公元2000年跟朱镕基所签的 WTO 的入世规定全部不执行啊，所以说现在美国机不可透过美中贸易战跟他要回公元2000年朱镕基所签一个哇呀，伊阿未死的哦，一个未做先的哦，所签的所有内容全部给我执行。哎，你签的合约，你签的内容从来不执行。啊，人即马美中贸易战，只不过要求你执行这些内容合约而已啊！啊，所以讲哦，哎，所以讲哦，即马，哎，即马哈，这个，川普在这个美中贸易战哈，即马下到家，不要紧，咱大家先签约，反正我，美国。我的经济上来，经济往上冲了，失业率往下掉，是过去20年、30年失业率从来没有那么低过，失业率非常低啊。四球人四球人以前是人球市整个底特律啊、汽车城啊都失业人口，现在你哪要扛？要想，他而且所有的制造业工厂全部回流，回流以后呢，造成了美国的经济股市一路往上冲了，啊，相反的中国一路往下跌了，啊，现在因为公元2020年，川普要选总统，所以说先在这边给他做个结束，等到我川普蝉联了第二任的总统以后，已经嘛在民调川普，《华尔街日报》我勒播啊，川普共和党也没有人出来跟他竞争选总统啊，民主党规堆要出来算啦吼，拢唔是对手，人就讲啊，《华尔街》就讲啊，讲川普蝉联总统的机会，蝉联美国总统的机会，2020年年底嘛，每年年底要算嘛。蝉联2020年总统的机会哈，黑民调高达55%-60%吧，啊，甚至可能会直逼70%吧。这是自由民主的国家美国那是不可能的代志呢，那是不可能的代志。但是这个 Mac USA Great Again， 美国继续回到伟大。美国继续回到伟大啊，所以说为了2020年的总统选举美国现在这些商业谈判高手看到中国的经济帮了已经奄奄一息了，先给他做个结束，等到我选举完以后，我后面还有4年来慢慢给你点名。最后一张骨牌，给你，给你杀，给你得，这个是美中贸易战目前的情形，美国他也会签署，这个美中反正跟中国反正跟中国签条约，中国是不会执行的了，他也准备针对目前的贸易谈判的内容先做个结束，等我川普选完总统以后。在4年，再好好跟你中国共产党玩，英雄是美中贸易战的近况，先给他做个据点先做个解释，等到我们美国选完总统，我再来好好修理你中国共产党。英雄是我曾淼红展告修对
美中贸易战，目前双方哦可能会在五月底做一个结束哦，跟咱乡亲哦交换一下智慧哈，智性哈，以上好，谢谢，嗯。